修华严奥旨，望尽还原观。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继续上一堂课学习的《文殊十波罗蜜》。我们上一堂课学习到第六。 波罗波罗蜜。那我们今天啊，这一堂课啊，继续学习第七呀、啊，方便波罗蜜。七啊，方便波罗蜜，波罗蜜。经云：菩萨教化众生而不厌倦，随其心要而为现身说法。 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啊，菩萨教化众生啊，这个菩萨呢是我们在经典上常看到的啊，菩萨摩诃萨是指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啊，言教初住位以上的菩萨啊，一直到等觉啊。 啊，这个叫昏正佛啊，天台中六级佛里面的昏正佛，正德言教初助位菩萨，他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啊，啊，是示现啊，度众生，就是我们在《法华,华经》啊《观世菩萨普门品》看到的。 啊，观音菩萨呢，三十二应身。啊，观音菩萨呢，示现等觉菩萨的身份。啊，从言教出住到等觉菩萨，啊，都能够啊现身了。那么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。啊，众生有感啊，菩萨就有应。 这个菩萨是一真法界的菩萨了，原教初诸位以上的菩萨，那么这些大菩萨呢？他们般若波罗蜜得到了，啊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了，真实智慧得到了。 啊，这些大菩萨都得到了真实的智慧，啊，也就是波若波罗蜜成就了。有波若波罗蜜的智慧，大慈大悲的心，自自然然就升起来。啊，所以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呐、啊，啊，不是勉强去升起来了，啊，而是自自然然的流露。你智慧开了。 明白事实真相，知道自己跟众生是一体啊！这个在《楞严经啊》啊、啊这些大圣经论啊，佛讲的非常多啊。菩萨呢，大彻大悟了啊！我们凡夫迷惑颠倒啊，着了四相、四界。 啊，分自分他，啊，菩萨没有没有界限了，啊，这个四象四件都破了，啊，所以能够跟众生合为一体了，啊，众生的苦难就是自己的苦难，啊，众生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。 啊，所以这个大慈大悲的心啊，它是从波的智慧啊，自自然然，就是这样的。啊，不是勉强啊啊，升起这个大慈悲心。大慈悲心升起来的作用，作用就是教化众生了、啊。啊，教化众生。 啊、这个是大慈悲心呐、啊，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呐、啊，就是教化众生。教化众生一定要懂得契机啊，我们学习经教的法师大德啊，大家都知道。 讲经说法呢，要契理契机，理就是不违背真理，不违背事实真相。契机啊，就是适合众生的程度啊。那众生呢，还在迷惑颠倒。那这个每一个众生他的程度啊，千差万别呀、啊，无量无边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说法。 必定要弃众生的基，弃他的根基啊！是我们讲经说法要看哪些对象，是什么样的对象，要说什么样的法啊？这对他才有帮助啊！这个就是气理气机的啊！所以古大德也常讲啊。 气理不气机呀、啊，是闲言语；气机不气理啊，是魔说。啊，如果大众听的都很欢喜、很高兴，但是呢，违背经典的真理，那就变成魔说了。啊，给众生误导了。那如果…… 气理不气机，讲的没有违背经典的真理，但是呢，不气机啊，不契合众生他的程度，他不能理解，那这样对众生没帮助啊。那讲了变成闲言语了啊，闲言语就是没有意义的话了，你对他讲了。 那好像对牛弹琴呐、啊，那他什么都不懂啊，讲的对他没有帮助了。啊，没有帮助的话呢，虽然是气理呀、啊，但是不契机，那就变成闲言理了。啊，所以讲经说法原则就是气理契机。啊，这也是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，在新加坡教讲经啊，也常常讲。 啊，你要观察听众啊，他的程度了。在佛教里面呢、啊，讲经说法，跟一般世间呐、啊、学校上课、老师上课不一样。啊，在学校上课啊，每一个班级、每一个年级，那么。 他的年龄是一样的啊，教的课是一样的，对象是固定的啊，这个比较好教了啊，比较好安排课程。那佛门里面讲经说法呢，听众他没有固定的啊，有老修，有新新学的，有初学的，他没有固定啊，在社会上啊。 各行各业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啊，在家出家都有，啊，那这个挑战性就很大了，啊，这个，如果你没有先去关机啊，这个关机啊，也是古来。 这个讲经法师啊，必要的。那古来讲经法师都是有修有学，啊，甚至有的有修有正的，正果他有神通呢、啊。那么有神通，当然他能观机啊，啊，能观察过去事啊，啊，现在这个程度到什么程度，他讲出来的就是适合他，啊，对他有帮助。 那有修有学的法师啊，起码他也多少有些定功，定功也能发神通，他也能关机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啊，法师都是凡夫生，没有定功，没有神通啊。所以过去血毒老人呐、啊，在台中联社交奖金啊，那我们奖前呐，啊，要看看现场听众哪些听众，男众女众。 老的、中年的、年轻的，啊，那么看他的样子，啊，穿着、表情，啊，那么来大略的判断，啊，他是是什么身份地位？啊，他是知识分子，还是一般啊乡下？ 啊，像老阿公、老阿婆这一类的，啊，没有读什么书的，啊，对象不一样，啊，所以这个比例上啊，啊，也没有办法像佛讲的，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那我们还没有成佛啊，没这个能力。啊，佛不管遇到什么众生。 他说出来的法，每一个众生都得利益，都适合他的程度。那这个我们凡夫办不到，啊，成了佛才做得到。那我们目前呢、啊，也只能根据我们凡夫的境界来学习，啊，观察。如果像这个啊，听众当中啊。 知识分子比较多啊，他有代笔啦、啊、笔记啦、啊，啊，那肯定他是属于读书人或者在学校读书的学生啊。如果这一类的对象比较占多数，一半以上，那就要多说理，少说事。那如果那个。 不是知识分子，啊，这个教育程度比较没那么高的，啊，比如说一般的啊，这个农工了，啊，特别是老人家了，比较多。那么你要多说事，少说理，照顾一些少数的知识分子。 啊，如果知识分子比较多，啊，这些老人家比较少，啊，那多说理，那也要说一点事事项，啊，来照顾这些老人家，啊，这个这个就是用这样比例啊来分配我们讲的这一个。 方式啊，要讲什么内容啊？这个是我们现在呢，凡夫只能啊啊，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啊，所以这个关机很重要啊。特别现在呢，啊、哦，我们有时候多看看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新闻。 啊，知道现在社会大众啊，他关心的哪些事情，哪些方面的政治的、经济的，啊，科技的、军事的，啊，医疗的，啊，像现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，啊，那这个大家关心的疫苗，啊，这属于医药方面、医疗方面的。 啊，那么在这个时候啊，在这个地区啊，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啊，都提出来啊，啊，会比较契机啊，大家想要知道的啊，社会上大家现在关心的问题，那佛怎么说啊？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，处理这些问题啊？那这个也是。 啊，有需要的啊，特别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啊，啊，这个现前啊，社会上一些比较重大的关注啊，大众关注的事情啊，要了解一下啊，这样啊，在讲经的时候啊，啊，对这个契机这一部分呢、啊，啊，也是有需要的。 那么教化众生一定要懂得契机啊！你要随众生的心啊，不能随自己啊，不能随自己。我我是要怎么讲的啊？啊，因为讲的主要是要帮助众生的嘛啊，所以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不会随自己要怎么讲啊，他肯定不会。 啊，其实明心见性的菩萨，他没有话可说了。那他对自己来讲，他没有说我要说什么话。那这个说法呢，主要是为众生说法啊。那么为众生，就要顺众生他们的需要啊。所以菩萨呢，应该现什么身，他就现什么身。 啊，没有一定的身相，啊，这个身呐、啊，就是身份了、啊，啊，你看，《法华经》啊，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，啊，最具体的给我们说明，啊，应以宰官身得度者，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，啊，应以。 居士生得度，他就观音菩萨就现居士生给他说法。啊，应以比丘、比丘尼身得度，他就现比丘、比丘尼身而为说法。啊，就看众生的需要了，他需要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身身份？啊，众生的需求，那众生有这方面的需求，他就。 应众生的需求现这个身，菩萨他自己本身没有意识，没有任何意识，完全没有自己的意识啊！菩萨没有分别执着了啊！我一定要现个什么身，菩萨没有啊！不要说菩萨没有了，阿尔幻都没有执着了。那、啊、那菩萨呢？妄想分别执着，通放下了。 完全是恒顺众生、随喜功德啊！所以应该现什么身，他就现什么身啊！这身份很多了。现在我们社会上啊，各行各业啊，如果现在大家最关心的经济啊，做生意、商人，那菩萨他就现商人的身份来为他说话。啊！就像我们看韩国这个。 连续剧呀，一商道啊，那个商道啊，那这个就是说，你做一个经商的人啊，他基本要的道德伦理道德啊，做好一个商人啊，做商人的模范榜样。那医道呢？啊，这部片子是对医生讲的。 你做个医生，你发现做个医生啊，医生要有道德啊，啊，不能没有医德啊，只是为了赚钱呐，啊，做商人要有商道啊，啊，要赚合理的，啊，不能赚那个不合理的利益，啊，所以为商人说法，那菩萨就现经商的人呢、啊。 啊，他这个依照伦理道德啊，啊，这个照包括因果教育啊，他这样来经商哎、啊，他生意做得很好，长久不衰。那像我们中国这个北京同仁堂，他那个就是菩萨了。你看三百多年了，这今天还不衰啊！你看看，经过几个朝代。 啊，经过多少灾难，他这个店还在啊，不但还在，现在、啊、还是生意兴隆。那有一些这个药店呐、啊，啊，不要说几代了，啊，开没几年就关门了、啊，什么道理呢？那同仁堂为什么他能经营那么久了，三四百年？ 他有道德啊，啊，他纯粹是啊为济世救人呐，啊，不是为赚钱呐。啊，有这个医生的道德了，啊，所以能够绵延长久啊。你看呢，他们祖先从明朝啊开始就。 做这个医药，开这个药铺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啊，经过几个朝代啊，三四百年了，不容易啊，啊，原因就是他有道德嘛，啊，所以菩萨呢，他要度这些医生，他就选这个有医德的。 啊，这个医生呢、啊，来教化这些医医生了、啊。啊，他要度商人，他就实现呢，做生意的人来教化这些商人。啊，他要度工人，他就实现工人。啊，他要度农民，他就实现农民。士农工商都有。啊，你要办政治的，他就现宰官生、官属生这一类的。 啊，把政治办好。这个这个，孔夫子啊讲的这个伦理是现在全世界都闻名的。啊，伦理啊，主要讲政治学啊，当然包括其他的了。啊，孔子在世的时候啊，他周游列国啊，他学习了，成就了。 道德学问啊，想要为这个天下啊，为国家、为天下呢，为人民呐、啊、做事，把这个政治啊办好啊，所以他很向往啊，啊，这个周朝啊，啊，开国的皇帝啊，文武周公啊，啊，所以孔子他常常梦见周公。 他、啊、他很很向往那个时候的政治，办得非常好。啊，那政治办好也是救人救世了。啊，但是呢，周与列国这些国君都不用他。啊，后来回到家乡啊，教学。啊，六十八岁回到家乡教学，教了五年，七十三岁就走了。 啊，所以孔子啊，他主要讲的是政治学。那么老子呢，他是讲清静无为，他就长生，啊，养生、长生、长生不老。啊，这个就比较偏向医这部分啊。那么我们中国这个老子、孔子啊，在。 安世全书啊，也有讲到啊，这个哦，这个都是菩萨来示现的，菩萨来示现的啊，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啊，在台中联社求学的时候啊，哎，曾经问过李老师。 啊，就是血庐老人了、啊，曾经问过他这个问题。他这个看孔子、老子他们留下来的这些经典啊，应该是菩萨来示现的。啊，向李老师问这个问题，那李老师的回答呢，说理论上讲，那肯定是没有错。 为什么呢？我们在经典上看得很清楚嘛。佛讲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嘛。啊，但是呢，理论上讲得通啊，理论上没有问题，但事事项上没有证据，没有什么证据。 显示他是什么菩萨来的没有啊？所以理论上讲啊，当然肯定的啊。这个在《楞严经》佛也讲啊，特别是在末法时期，众生多灾多难的时候啊，那佛菩萨就更慈悲了，因为众生更需要啊，更需要佛法啊。但是众生不懂佛法啦。 啊，甚至排斥佛法了，啊，但佛菩萨还是大慈大悲啊，虽然你不接受，还是来帮暗中帮助你啊，啊，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楞严经讲了，啊，末法时期啊，他命令这些正果的菩萨罗汉啊，硬化在这个世间啊，救度众生。 就《楞严经》有铭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啊，不断正面的啊，像示现这个世间圣人，乃至其他宗教的教主，也都是佛菩萨示现的。那佛菩萨示现，他没有一定的神像。楞严经》讲啊，尖头、图换都有。 你看呐、啊，那杀到淫妄的啊，这个菩萨、罗汉都有印化在里面，视线跟他同样的，来度那些人了啊,啊。那个要度那些流氓啊，你要示现那个流氓啊，他狠，你比他更狠，那那你才能度得了他嘛，他才服你嘛。小偷啊，视线小偷。 啊，杀生的屠夫不在视线杀生呢？啊，盈利的啊啊，这个我们在《淮严镜都看到，华珠密多女淫女，那不在视线呢？度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啊，啊，让他们从这个当中慢慢觉悟过来啊。所以，尖偷屠患，杀盗淫妄，这个视线呢？ 反面的啊，那事件呢、啊？圣贤的身文事件正面的啊，所以《楞严经》佛给我们讲啊，顺逆皆方便呐。啊，事件顺正面的，事件逆反面的，都是方便，目的没有别的，就是教众生觉悟回头了啊，所以。 没有一定的身相啦、啊，啊，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常讲啦、啊，包括其他的宗教啊，他他喜欢基督教，那就菩萨就现耶稣，那这的身份去去教化他们了，啊，他喜欢圣母玛利亚啊，那他就现那个身份。 啊，他喜欢阿红啊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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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份啊，伊斯兰教的，他就实践那个身份给他们说话了，来教化他们了。啊，所以有一年呢、啊，零二年啊，我跟随家师静老和尚啊去参访日本京都，啊，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。 啊，那那一次去呀，啊，非常难得啊，啊，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那时候说上百岁了，啊，那活到一百多岁往生，啊，他给家师敬老讲啊，啊，他说全世界各个宗教的教主，通通是观音菩萨的化身，啊，我们老上听的啊，很有道理，有经典根据。 一点不假，那普文品都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嘛。因为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啊。那任何一任何一尊活菩萨，他都能够随类化身、随类现身而为说法。那观音菩萨呢，是举出一个代表了啊。不是说只有观音菩萨能够三十应身，那其他的菩萨就不行了啊？不是的，只要你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。 就有跟观音菩萨、诸佛菩萨同等的能力啊，所以没有一定的身相了、啊，也没有定法可说了、啊。那度众生也没有一定的法啊，说我要说什么样的法来来教化众生，没有啊。这个这个套一句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啊。 菩萨他没有预设立场，他没有事先呢，我准备好我要跟你讲什么话，没有啊。那个时候我们凡夫才有，那、啊、菩萨没有。那你什么问题，请问活菩萨，活菩萨就谁问谁答了啊，来给你讲解说明，化解你的问题呀、啊。 啊，所以佛菩萨呢，没有定法可说，就没有一定的法可以说了。啊，也没有说一定要说什么法，没有，完全是看众生当时的需要。啊，那《金刚经》讲的是真话啊，佛没有说法。他没有起心动念啊，他说什么？ 啊，完全是应众生呐、啊！众生有感，那活菩萨就自然去应，啊，就是大慈大悲的来利益教化众生。啊，所以说法呢要看众生，因为你只要是为众生说法嘛，啊，自己都觉悟了，那就用不上了。啊，好像呢。 这个药是可以有病的人吃的嘛？那自己病好了，那都不用再吃药了嘛？啊，众生有病啊，众生有什么毛病啊？有哪些地方他想错了，他说错了，做错了？啊，你把他的错误纠正过来，给他导正，这个叫法啊。那法是因为众生而有的啊，因为众生而有的。 啊，佛没有说法了，佛没有起心动念了、啊，没有说法，所以佛无法可说。这个是《金刚经》，我们看到很清楚，《金刚经》讲啊，啊，如果有人说佛有说法，那是谤佛了，那毁谤佛。佛没有说法，为什么？佛没有起心动念了、啊，啊，那没有起心动念。 哪有法啊？我有什么法跟你讲？没有啊。那佛说的是什么呢？都是应众生的机嘛。那众生他需要啊啊，所以佛无法可说。佛所说的法呢，是因为你有毛病，你错了，迷了。 你违背自信啊，违背性德，那佛呢？教你回归自信，这个就是佛法主要的目标了。那回归自信，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所谓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，就是成佛了啊。那么。 正德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就是圆满的回归自信啊，让你自信里面本来具足的无量智慧德能相好，通通现前了，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，是这个意思了啊。所以佛教化众生，要教众生教到什么程度呢？一直要教到他成佛嘛。 这个才圆满嘛！啊，这个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。啊，你看地藏菩萨发愿呢、啊，地不空，事不成佛。啊，地藏菩萨要度众生，度到什么程度呢？是不是度到人天呢？啊，把三恶道的众生度到人天善道了，那这样就好了？不是的。 啊，度到人天善道啊，是一个阶段性的啦。啊，还要再提升度众生证阿罗汉果、辟支佛果、正的菩萨果位、正的佛果。啊，那这个是十法界、四圣法界。啊，四圣法界的佛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，阿罗汉、辟支佛都没有明心见性，还要再帮助他们提升。 啊，正德言教出诸位，明镜渐渐大彻大悟，那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啦？啊，还要再帮助众生，啊，帮助到他成就竟圆满的佛果，啊，那这样度众生才圆满了，啊，所以度一切众生度到什么程度呢度到他成佛啊，度到他圆满回归到自信了、啊。 那是讲经说法、教化众生，这是唯一的一个目标所以自信里面啊，所无量的智慧德能啊，每一个众生本来就技术的。那现在迷了，那活不萨了。大慈大悲教我们觉悟了啊！我们觉悟过来了，那么你得到的是一。 一切圆满，啊，一切圆满是你自信本来就有的，不是佛给你的，佛什么也没有给你，啊，佛就是教你回头，啊，这个这个，佛菩萨教众生啊，回头啊，佛门有一句话常讲，回头是岸啊，啊，不要继续再迷下去了，要回头了，啊，回头啊。 才能达到啊涅盘的彼岸呐，啊，从生死的此岸达到涅盘的彼岸，啊，所以回头是岸呐。佛菩萨示现无非是教众生回头回归自信啊。那么回归自信以后了，你就才明白啊，原来啊，全是自己本来就有的、啊。 啊，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所以《妙法莲华经也》也讲到啊，佛用比喻了啊，怕我们听不懂啊。一个大长者的儿子啊，他这个长者他家很有钱呐、啊，啊，他儿子不知道啊，在外面流浪啊，天天呢、啊、去给人家打工赚钱，啊，生活过得很辛苦。 啊！后来有人告诉他了：“哎呀，你是某某长子的儿子啊，你赶快回家啦！啊，回家什么都现成的啦，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”这个比喻是什么？比喻我们众生啊，在六道十法界啊，六道特别是六道啊，在六道轮回里面流浪生死啊，啊，真是苦不堪言啊！所以佛出现在世，就是。 告诉我们了、啊，要回归自信啊，啊，不可以一直啊迷失自信啊，在六道里面呢、啊、生死轮回，受这些冤枉苦啊。那我们现在修净土啊，佛劝我们念佛，信念念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就是回归自信，圆满的回归自信。 啊，所以真正明白了，我们真正感恩的心就升起来了。啊，佛是这样的慈悲，我们迷失了自信，他帮助我们把自信找回来。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，要学习啊，这些活菩萨的教化众生，这些行仪呀、啊。 我们要要注意了，要留意。我不知道怎么过日子，怎么教化众生，要学习，啊，要懂得啊，随众生心，随心应量，啊，量是它的程度，啊，它的程度不高，你讲的太高，他听不懂。 不晓得你在讲什么，那这个就不契机啦，气力不契机啦。他程度很高啊，比如说老修，他程度比较高，你讲的太浅，他不想听啊，那听了没味道啊。对对，程度高的你要讲深入的，对程度浅的你要讲浅显的，深入浅出的。 啊、这个叫关机啊，或者呢，你讲的东西他不喜欢听，他就听不进去啊。一定呀，要斗机啊，逗机就是引导他啦，提起兴趣了啊，这个叫斗机。所以还得要看他喜欢听什么。 他对哪一方面有兴趣？啊，比如说现在全世界人都关心经济赚钱啊，那全球中国外国人都一样，这个大家最关心的啊，一天到晚看股票了，买股票了。那么就要跟他讲啊，他比较。 关注的，他比较有兴趣的，讲赚钱呐、啊，他、啊、这个时候就要跟跟他讲因果啦，讲因果教育啊，那财布施才能得财富啊，你没有福报，那你，你想尽办法，你头脑再好，你要赚你也赚不到钱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讲到赚钱呐、啊，啊，大家就有兴趣了。 啊，就很关心了、啊、哦，这个这个很重要啊。他希望多赚一些钱，多赚一些钱要有福报了，没有福报你赚不到了啊。那这个就要讲《了凡四训》了一静、一功一造神迹了，要断恶修善了啊，多修布施，多做好事了、啊。那喜欢谈政治的。 那就跟他讲政治，那像我们老上现在讲《群书制要》啊，那这个是办政治的啊，《贞观之治》就是得力这一部书啊。喜欢艺术的那要跟他讲艺术啊，所以活菩萨呢，以善巧方便啊，这样啊，才能真正的成就众生 啊，众生的性趣啊，那千差万别啊，所以都需要善巧方便，应他的机啊，这样来引导他呢，那才能帮助他，才能成就一切众生。啊，所以这个叫方便波罗蜜啊，这个佛门常讲啊，慈悲为本啊，方便为门啊。 啊，那么下面呢，第八愿波罗蜜，经云菩萨成就一切众生，供养一切诸佛，尽未来劫，证得如来智慧。一切众生，实在讲就是诸佛如来了。我们凡夫迷了，不知道，不知道自己是佛，佛菩萨知道。 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因为现在迷了，不知道自己是佛。那佛出现在世间啊，告诉众生啊，人人都有佛性。啊，《华严经》讲的啊，佛成道第一句话讲：“其在，其在，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德啊。” 那一些众生跟如来智慧德上完全一样的、啊，但是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他不能证得。佛就是出现在世间啊，告诉众生这一桩大事，就是啊，告诉众生呐、啊，每一个众生本来都是佛啊。那众生如果不是佛，他怎么能成得成得了佛呢？ 所以他本来是佛，所以成佛那是理所当然的嘛，就不难嘛，是自己的事情嘛。马明菩萨在《大圣起信论》说：“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”啊，我们今天迷惑不觉，那本来没有，自信里面没有，本觉本有。 本觉本有当然可以还原，不觉本无当然可以离开。啊，只要你肯放下，问题马上解决。所以愿很重要。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来帮助我们。啊，这个十愿啊，目的是成就一切众生。这个成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证得圆满的佛果。 用什么方法？用供养一切诸佛，一切众生就是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就是一切众生。这个意思听懂了吗？帮助众生是把他当做佛来看待，啊，才真正能做得到。啊，如果不是把它看作佛。 那、啊、恭敬心升不起来，为什么？恭敬心真实，唯有真实的恭敬心，你才能感动众生。跟众生一接触，众生就回头了。为什么佛度众生效果那么殊胜，那么快？法身菩萨度众生，啊，在顽劣的众生听他一教都回头。 都觉悟，什么原因？真诚。什么叫真诚？你能把众生看到他是佛，心就成了。现在一般人教化众生，为什么收不到效果？啊，把众生都是看作凡夫。 他是凡夫啊，他的根性很差啊，这种念头你怎么能把它教好？佛能够把众生教好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佛心中看一切众生都是佛，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。现在他迷了，就好像那个人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好人，但是他喝酒啊。 酒醉发酒疯了啊！那发酒疯呢？那干了很多坏事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那他本来他不是坏人呐、啊，因为喝了酒，迷迷糊糊的，造了很多罪业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他酒醒过来，他清醒了、啊，他是一个好人。 啊，所以看到喝醉酒的人呐、啊，啊，就疯疯癫癫的啊，胡言乱语啊，啊，甚至跟人家打架了，砸人家的东西啊。那赶快帮助帮助他恢复清醒就好了嘛。那清醒一来就不会再干那个事情了。啊，这个是比喻啊，佛教化众生，就好像众生呢喝醉酒了，迷惑颠倒了，啊，佛呢、嗯、善巧方便、啊。 来帮助众生呐、啊、清醒过来。那么活菩萨用的方法秘诀就是自己谦虚尊重别人，所以人容易受感化啊，是这个道理啊。我们再看九力波罗蜜，经云菩萨具身心力，无有杂染，乃至具加持力。 令信解领受啊，没有杂染，你的身心力就成就啊，力就是力量了啊，有这个力量。我们在经上常看到五根五力，它有根产生力量啊，你有能力啊，提升自己的灵性啊，你有能力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。 啊，这种德能啊，是我们真正期望能获得的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。我们学习呀、啊，只要不杂啊，就是不夹杂啊。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受到污染啊，不要被这些不好的。 习气污染啊，我们就从这里学习啊。好善好德的心叫身心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善好德，为什么身心力啊？身心这个力量不能够现前呢？因为有杂有染，杂念太多。 啊，染呢是贪嗔痴慢疑恶见，自私自利。啊，去掉这些杂染，身心就有利。啊，身心有力啊，慈悲心就就能够现前，忏悔的心、惭愧的心都能生出来呀、啊。啊，我们再看十啊，第十个自波罗蜜。 经云：“菩萨知一切法真实，知一切如来力，普觉悟法界门。如来力啊，是如来果地上十种大力啊。如来在果地上啊，果地上啊有十种很大的这个能力。那这个如来果地上这个十种大力呢？” 那菩萨也有，但是跟如来是不能比，啊，如来是圆满的。佛给我们讲一切法虚妄，啊，那么为什么在此地要讲一切法真实？啊，实在讲啊，真妄不二啊，啊，先告诉你希望，啊，就是。 劝我们不要去执着了，啊，你把这个分别执着放下，然后再告诉我们啊，真妄是一，不是二，啊，真跟妄，妄即是真，真即是妄啊，不二的，啊，你再起真妄的念头就错了，啊，有一个真，有一个妄，那不对了，啊，那到什么时候呢？ 才是真妄不可得，邪正不可得，懒静不可得呢？善恶不可得，生死涅盘不可得。啊，你到了这个境界啊，你就真的知道一切法真实了，都从真如自性现出来的。啊，这个境界高了，那没有一法不是真的啊，没有一法离开自性啊。 善的是自信，恶的也是自信啊！啊，真妄邪正，懒净，都不可得。啊、这个，这个这个《心经》讲啊，啊，无智亦无得啊，啊，亦无所得故啊。啊，这到这个时候啊，就知道一切法的确是真实啊。那这个境界高了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。 啊、呃，智慧灵活应用的多巧妙，应用的多圆满啊！这个叫菩萨的十度十波罗蜜，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啊！那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啊、下面呢、啊，这个论文呢、啊，啊，三世三变，我们下一堂课啊，再继续来学习。啊，祝大家！ 无会增长，华喜充满。阿弥陀佛。